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이 영풍이 이 큰 회사는 노동자들을 복귀시키지 않고 아직도 형식적으로 형식적인 하이디스 한국에 있는 회사 사장만 앞세우면서 책임을 회피하고 있습니다. 其实去年的七月韩国的民事法院有裁决，永丰宇的那个对 ITIS 工人的解雇是不当的，要求他们要恢复他们工作权。可是呢，永丰宇集团他无视法院的判决，他没有将 ITIS 的工人让他们再回到工作现场。 ITIS 工人现在在韩国青瓦台前面露宿抗争的。 诉求呢，是因为现在韩国的总统文在寅，他在当选之前有向 Hedis 工人保证，只要他当选之后，会协助 Hedis 工人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文在寅上台已经2个月了，他没有遵守他选前的承诺。 Hedis 的资方不断在用各种的诉讼来打压劳工，包括因为Hedis 举办记者会带来名誉毁损为理由，做对。 李湘木提出4亿韩元的损害赔偿，另外也包括他们曾经来台湾抗议的时候，对着 Hedis 资方的人像丢鞋，提出各种侮辱名誉的各种的起诉金额高达26亿韩元，甚至进行了假扣押来对这些劳工逼迫他们放弃抗争，但是即便面对这总统的打压。 Hedis 劳工依然没有放弃，到现在已经长达将近3年了。台湾很多朋友一定不了解，为什么永丰余看似有给这些韩国工人一些补偿，但是韩国工人还是希望能够恢复他们的工作权。我们要知道，今天一个正直的劳工在韩国一旦失去工作，他很有可能。 就要沦落到一个非典型雇佣的状态，而台湾非典型雇佣也是越来越多，包括很多派遣、很多承揽、很多外包工这样的一种弹性不稳定，就是行政院说要给大家的弹性，但是这个弹性是一个伤害劳工的弹性。 It happened in Indonesia also, where the big company of big capital of Taiwan also operate. 他说，就是现在这个官场解雇的现象，不只是发生在台湾，不只是发生在韩国，包括在印尼、在越南、在柬埔寨，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他也要特别提到说，尤其现在在印尼，也有非常多台湾的大财团到印尼去设厂，而且也发生官场解雇，同样一模一样的案件。每一个地方的劳工要互相支持，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是受了那些不同地方的劳工，就受着不同地方的资本家来压迫我们，对，所以而且也知道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就生出了一种排外的情绪，我们就觉得，与其我们去排外的话。 不如我们先关注我们本地的劳工，还有就是关注我们的所谓自己的资本家怎么样去压迫人家的劳工，对，所以我们的命运是一体的。其实所有的劳工阶级在各个国家都遭受了资本的迫害。我们要知道，台湾政府把劳基法修2，仅仅代表了这个政府帮助的是资本家。 这个清楚非常清楚的现象，但是我们还期待政府来帮助劳工吗？所有的资本家透过政府的协助，到了韩国，到了中国，到了印尼，到了香港，到处从事这样的剥削。如果我们工人没有准备好长出自己的力量，所有这样的状况就会继续发生。海地斯劳动家들은오는6월 대만 입국 금지가 풀리면 다시 대만으로 와서 영풍이와 이 잉크를 상대로 투쟁할 수밖에 없습니다. 如果永丰宇集团
再逃避、再不出面解决问题的话，我们 HIDIS 工人会在今年六月，解除入境禁止之后呢，再度到台湾来进行抗争。去年12月25号，全世界正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却是我们 HIDIS 劳工被解雇满1000天的日子。这3年多来，我们牺牲跟家人的相处的时间，我们在街头跟我们的抗争伙伴哭着笑着，历经酷寒跟炎热的折磨，一起走到现在。那我们能够走到现在，也是因为台湾跟韩国有这么多一起声援我们、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支持我们的伙伴。很多人都以为公司亏损、工厂倒闭才会有失去工作权，可是实际上他们是一个获利的公司，但是他就是把那个专利中间获利的大大的转移到自己的母公司，而把这样的一个公司关掉，然后就来把这些工人的工作权剥夺。这是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应该要看到资本家这种恶劣的本质，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그러면불구하고문재인대통령이대통령으로당선된지무려9개월다되어가고있는데아직도여기에대해서아무런응답을하고있지않습니다。那 HIDIS 工人现在在韩国青瓦台前面露宿抗争的诉求呢，是因为现在韩国的总统文在寅他在当选之前有向 HIDIS 工人保证，只要他当选之后会协助 HIDIS 工人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文在寅上台已经2个月了，他没有遵守他选前的承诺，所以 HIDIS 工人现在在韩国的青瓦台前面露宿抗争，要求文在寅总统出来解决问题。예그래서 HIDIS 노동자들은그한국의문재인정부에대한압박투쟁그다음에또이영풍의본사에대한투쟁을동시에강력하게진행하면서이정말살을내는듯한추위를이기고끝까지투쟁할것을다짐하고있습니다我们在这里呢向永丰鱼公司集团警告HIDIS 的工人呢会在青瓦台前面继续露宿抗争，直到文在寅总统出来解决问题。同时在台湾的部分呢，韩国的工人有必要的话一定会继续来永丰鱼集团的公司前面要求公司出来解决问题。